我们注意到有关的报道，我想强调的是，中方一贯反对美方泛化国家安全概念，不断强化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的行径。中方也多次介绍了有关涉疆问题的事实和真相。中方将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。 将一如既往地坚决维护中国企业的正当合法权益。